避犯妨碍驾驶，从后面闪就对了，从后面闪你就闪得过了。他已经要过你，不可能再阻拦他了啦，你就从后面避犯妨碍驾驶就对了。很多可以这样从他的反方向闪过去，你就可以闪掉台湾绝大多数的三宝了。就喜欢在下面，从另外一边走。好，现在预判防卫驾驶哦，我讲一下，像刚遇到那个阿伯卡打枪哦，你看他就是一副就是他直接想过的那个马斗，当下你刹不住，就是从他的后面。阿北要往他往这边，你就冲到这边，往这边冲那边，冲到他的后面，这样他不会倒退啊，所以就比较安全的可以过。只是多一些三宝的钱呢。绿灯起步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，绿灯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冲了哦。这个漂移不定的，就看你要怎么闪了。你要让它还是闪，就看你啊。通常台湾的机车主已经是惯性了，都靠右边，所以它比较不太会往左边去闪了哦。这得来底啊。路边电动车最危险的，因为电动车、脚踏车没有方向灯了，你不知道它的动向，只能凭自己预判。今天我们是礼拜天，怎么这么多车嘞？像这个很慢的就知道大概是在找车位了，自己就决定要怎么超它。就是烂吧。一看就知道，一个转头看你的，两边转头看你就知道，你这样可能一个要往左，一个要往右。机车一般惯性都是靠，都是哦，一般的机车子都骑习惯就是右转靠左，左转靠右都这样，所以大概你可以在从那边抓出一些端倪。路边再看，看了就让它过。加不了那鬼，我不会直接这样过，我会让四台让他过再说，不然就会直接扫整排的了。这个 logo 钣金比较硬啊，我不爱抖。车道分割。当车道分割是前方车辆完全静止的时候，你就看你要从左边、右边超越前车都可以了，看你怎么超了，反正都可以钻到最前面，白红黄牌重车都可以。而前车如果一动的话，你就要注意了。前车完全禁止了、再喝一下名气吧，每次都要喝的。Hello， 老板，老板。今天不是，带一样带安全帽不喝，对。珍珠奶，双 Q 奶茶。半糖少冰两杯。对，回来找舅舅了。看到了，对啊，看到了，每次回来都一定要喝的。我今天平日入港这么热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
那就是三宝，从最右边到最左边。本来鹿港就骑士之怒全消，鹿港实在是太淳朴了。每次回来心情都非常的好。鹿港人就要来后面了，来那个第一市场这边吃，吃蚯蚓面线糊。这一间，这里，现在没营业。那边会有一间粉圆冰美拜。啊，这里龙山有一肉羹。哦，现在没开了，换。哦，所以龙山有一肉羹老店后面没有开了。啊，那边是鹿港，很多房子都是很长啊，前后连通打两栋这样。打成一栋，超赞！本来是两间鱿鱼肉羹。哇，今天礼拜四，鹿港都那么多的。啊，等一下，应该我弟弟应该也会来。他礼拜三四都休息，然后多一台 CB60F 了。预判方位哦，这个他会再重刹车两次，两台过去那一台前我前面那一台一定会重刹车，啊，这个赶快过了哦。有一些巷口你不能拖，看准时机就要赶快过，不然你会等了很久，或者是发生更多危险，确定的危险。鹿港这个路口要注意啊，这里直行就有直行的，也要左右转都有。你要如果你在机车一整排机车后面，你要先看清楚它的动向，有的它可能在右边，有的它是要左转。因为台湾一般机车骑士哦，惯性就是都靠右边了，还有的左转要靠右边。他现在预判防卫驾驶。因为你不知道刚我右边那一台那是 QC 嘛，你不知道说可能突然间就打灯不打灯，搞不好右边靠右转，左转靠右，左转靠右，你不知道，所以抢先他先走，就是你所以要注意，你要随时注意对向的那个黄灯啊，黄灯红灯，抓准时机能过就过，要一定要比他早过，换的话。你可能会被他害到，你不知道他的动向，他没打灯，可能是直行，还有可能突然间就左转右转，都是有可能的。鹿港其实三宝也是不少，可是民风真的很淳朴。你有什么歧视之怒，来鹿港你都鹿不起来，不太鹿起来，感受那种小镇淳朴的感觉，百年小镇，很多建筑都还是当年的，都没变。像我们骑重车久了，开车久了就知道。真正的左转右转方式，左转要靠左，右转要靠最右。所以我是台湾万恶的交通部，造就台湾一堆三宝，就是这样。